Straight ಮೇಲೆ ಬರ್ತಾ告诉我，四犬军有多少人？9个，有一个是我女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别打！我知道，我说。在哪里？好像往西边去了。就打死了。好，哎，知道。 矮岩洞是你们西侧的必经之路，附近藏落的人啊，都在那里避难。那里山高林密，洞内地形错综复杂，洞口啊更是易守难攻。逃不脱了。格拉哈斯，准备战斗。はいはい、砲撃の準備をしろ。高尾巴，乡亲们听我说，都听我说！乡亲们，外面危险，处理这个松石，里面可能有条路，你们给留住走好不好？你们是愿意松石，还是躲一下？高尾巴，先和面的跟我走！快点！连长，我们怎么办？ 能拖一下是一下，要得。走了吧，搞大嘞，要得。队长，走。取寇，又取寇！快跟上！后面的跟上，快点！跟上，跟上，快点！取灯，取灯！要倒寇！你倒要倒寇！崔老，你倒要倒寇！我的，干狗子！ 我心碎的不妥的兄弟们，放开我！哎，崔老板，崔老板，崔老板！老官，两件事情，到。老子的刀，你收好。 答应你，你们走。这个，这收起。兄弟，安心上路，安心上路。 走，走。方才，一梦家乡，得见爹来，得见。 娘。